结婚前媳妇洗澡是这样的。老婆，你这是干嘛呀？我去洗澡啊。怎么又洗澡呀？嗯，我一天洗两次澡，早上一次，晚上一次。不是吧，你又这么爱干净？那肯定了，谁跟你一样，洗澡就两分钟，就洗两个面。什么叫就洗两个面啊？就是前面一分钟，后面一分钟。结婚一年后洗澡是这样的。老婆，你在干嘛呀？玩手机啊。怎么还不去洗澡呀？不还早吗？急什么？不早了，快点赶紧去洗吧。等一会儿，我睡觉前再洗。这不马上就要睡觉了吗？快点去洗。不急不急。快点去洗，等下洗好了我给你捶捶背按摩，好了吧？真的啊？真的。那好，我今天也享受一下高级待遇啊。等一下我洗好了，你一定要给我捶背的啊。一定一定啊。那我去洗了。去吧去吧。结婚五年后洗澡是这样的。老婆，你在干嘛呀？你就准备躺着睡觉了？对呀、啊、不然干啥呢？那你早洗了？洗了，我前两天刚洗的。前两天啊？那你昨天洗了？今天洗了？昨天今天洗什么呀？我又没出去，我也没出汗，我又没有运动，我洗什么澡？你现在怎么这么脏呢？啊，难道你不臭吗？臭吗？香喷喷的呀。哎呀，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？这么不爱干净啊？我跟你说，你就去跟猪睡吧。跟猪睡是吧？啊，我本来就跟猪睡，我这几年一直在跟猪睡。你说啥呢啊？那不是吗？你吃服我对吧？啊，你等着。吃服我对吧？那，拿出这个给你用。这给我用有什么用啊？这是啥？干嘛用的？